菠萝，哎，它两边都可以煮。对啊，那也很强哎。确定吗？爸爸带我，爸爸带玩具，我也没关系。跟台湾人一样，抽了烟就乱丢。哦，到处都是烟蒂。到处都是。应该要讲。这一间据说是软糖老店。用蒸的沙威玛，然后这就是湿的沙威玛，然后他听得懂，就我们用匕首试，他就知道要把它切开，非常好，试试看。嗯，这个还可以，没有味道，没有那么的咸。然后土耳其币是16块，乘以5就是台币80块，还可以。一些配菜会辣。土耳其这边这个最大的问题啊，就是它没有什么好酱汁啊，不会调味，没有酱的美味。太干了，就是你们不能来。这个卷看起来比较好吃，因为有酱。你们是吃这个？对，我们是吃面包。哦，挤柠檬汁。哦，这是警察局。嗯，怎么有小朋友倒在那边？这么寒冷的天气这样睡觉？其实啊，他们土耳其人很会乱丢。我刚才看那个清洁车啊，这样扫过去，然后他们就烟蒂就直接丢到清洁车下面。你好，
Alois. Thank you. 这是地下水宫。这其实是一个蓄水库，那看起来很像皇宫，所以叫地下水宫。这根柱子是美杜莎，就是当初柱子没有切好，没有量好，他就随便拿石材来顶。然后被当成许愿池啊，都是钱币。这根也是美杜莎。其实啊，有很多像这样的水库，那很多已经被破坏了。还有人在这边做生意。现在出团拿台湾的国旗非常好用啊，中华民国的国旗，更正。这是圣索菲亚大教堂。哎，一直在整修，然后又下雨，好啦，这次的好运气就用光了，有拍到那个雪景跟坐到热气球就值得啦。这里很多的柱子啊，都是从希腊神殿那里拆过来的。之后它原本是基督教的，后来被改成清真寺。它一直在修建中。哎，所以没有办法拍得很好。我在拍照的时候，他就一直来乱哎。原本被改成清真寺之后，这些神像之类的都被灰泥盖住，然后之后现代才把灰泥去除。
以前的皇帝都在这里加冕，然后如果是皇太后之类的都在二楼观礼，其他文武百官啊就在这个广场。非常的壮观。这是上楼。